And yeah, from the whole experience, I learned so much, also for my own play.好，我是鄧老師，是香港鋼琴協會主席。在創辦香港鋼琴協會2000年的時候呢，到現在呢已經有19年的歷史了。創辦香港鋼琴協會的時候呢，我就有一個概念，就是幫助後輩呢，讓他們有一個平台呢去發揮自己，令到他們呢能夠有更專業的音樂道路。宗旨呢就是建立了一個平台啦，為小朋友啊、青少年啊、音樂專才呢去推動他們的事業發展啦，同埋呢去發展他們嗰個音樂的才華。我哋嘅业务范畴咧，系会邀请好多外国嘅音乐大师过嚟举办大师班啦、公开课啦、仲有讲座啦，同埋咧邀请佢哋过嚟开演奏。我哋嘅愿景咧，希望咧就帮助咧好多行音乐呢条道路嘅人啦，咁可以就帮佢事业咧能够发光发亮嘅，安排一啲音乐会啊，或者一啲专访举办佢哋嘅个人演奏会啊。入会方面，上翻我哋个网站，揾入会申请嘅嗰个制，然之后就填咗去，揿提交，咁我哋就会有专人审批，跟住就会通知各位会员申请嘅结果噶啦。就是带学生去考取的这一些考试，都是我多年的一些经验的积累，再加上就是说学生每一年都会获得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级别的成绩。作为一个平台啦，咁就可以将全世界去联系起上嚟嘅，甚至乎带学生去到外国咧演奏嘅。经过咁多年嚟咧，咁我哋带咗好多好多嘅青少年啊、小朋友啊，或者会员啦、去咗37个国家去嗰度演奏啦，亦都去嗰度参加国际钢琴比赛嘅，为港争光，咁亦都攞过500几个奖。如果咧大家入咗香港钢琴协会嘅话咧，咁香港钢琴协会咧就会由第一张香港钢琴协会的会员证书，是烫金的，很精美的，那就会是香港邮政寄给大家的了。你的教室啊，你的琴行呢有这个证书呢，那你是可以给到你的客户啦，给到家长看到呢，你们是会跟外国跟香港接到轨的，家长对你们的信心呢就会很大了。我们香港钢琴协会呢就会帮助会员呢去成就他们的梦想的，咁例如啦，可以帮他们出书啦，可以在书里面分享他们的音乐的经历啊，又或者呢安排一些电台的专访给他们啊，社福机构啊，为社会呢去做一些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呢能够发光发亮的。